心竭力孝父母，孝道不独讲师欢，孝道贵在心中孝，孝亲亲则莫回言。孝母如敬天，孝子口里有孝语，孝父面上带孝颜，公婆上边能尽孝，幼若孝来幼若贤，女德淑民先学孝，三从四德孝在前，孝在乡党能亲近，孝在家中大小欢，孝子逢人就劝孝，孝化风俗人品端，生前孝子身价贵，死后孝子万古传，处事唯有孝力大，孝能感动地和天，孝经孝文把孝劝，孝父孝母孝子先，父母生子言未孝，能孝就是好儿男，为人能把父母孝，下辈孝子照样还，堂上父母不知孝，不孝受穷莫怨天，孝子面带太和相，入孝出地自然安，亲在因孝不知孝，亲死知孝后悔难，孝在心孝不在貌，孝贵实行不在言，孝子齐家全家乐，孝子治国万民安，五谷丰登皆因孝，一孝即是太平年，能孝不在民和富，善抵亲心是孝难，兄弟和睦即为孝，忍让恶智把孝全，孝从难处见真孝，孝容满面成清廉，父母双全正一孝，孝师鳏寡清廉担，赶紧孝来光阴快，亲友我孝孝有天。人路不顺，那生会断断续续。能孝爸孝，日后尽孝福满堂，孝顺人家孝事。好，孝心温和，孝味甘。羊羔贵和孝味甘，羊羔贵如上知孝，乌鸦不孝亲言，为人若是不知孝，如禽兽实可怜，百恨万善孝母手，当知孝字是根源，念佛行善也是孝，孝障佛力超九天，大哉孝乎大哉孝，孝以无穷孝无边，不离孝，孝人伦颠，一孝人伦颠倒天。网络连线不稳了，通话中断了。多么不容易啊！为什么会这么多障碍啊？何来不易啊？有华报都要珍惜啊。网络很多次都是这样的。很多次都是不顺的弹出来，然后再进去吧，关掉了。怎么会这么不顺利啊？重新连线。
念永生。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道士灵童查得清。三观大地慈悲住，赦罪三草救众生，大救苦天尊来救世。网络不顺利，从花莲到台南这里，你看又因为台风影响呢，台风呢南部东部雨很大。现在来就是清点文部接地神，安排就被指定500零3几根，不住弥勒成大草。保佑香炉的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青年且抽青旗，头顶生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帅首，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方落体化无尘，四海龙王来。祝道。我叫祥云去腾空。哇，第二次不顺弹出去啊，啊，多么不容易啊！网络为什么会这么不顺呢？台风呢？台风的影响呢？东部、南部雨很大呢，接触到陆地的呢。网络不顺呢，你看连天气。气候恶劣也会影响到这个上网嘛？再重新连看看，多么不容易啊！有花棒都要珍惜啊！第一部孝子业事即为先，自古忠臣多孝子，君显贤臣举孝廉，尽心竭力孝父母，孝道不独讲吃穿，孝道贵在心中孝。孝亲亲者莫回言，其乎夫人不孝，本之天孝道会顺五方命好，本不分共难，不入皆由孝子，应当孝子定天官，人人都可孝父母，孝敬父母如天，孝子口里有孝子，孝父面上含孝子，公婆天子尽孝，玉凤宝来顿落贤，每个属民先学孝，三从四德孝太绝。孝子逢人就劝孝，孝化风俗人品端，生前孝子身价贵，死后孝子万古传，处事唯有孝力大，孝能感动地天，孝心孝文孝亲孝化风俗人品端，父母是为好，只能把父母孝被孝孝完，常当父母不知孝，不到寿求莫一天，小出地自然安。亲在孝父之孝，子之孝后母难。孝在心孝不在貌，孝为心不在言。
孝子齐家全万户宫灯皆一年大福五善举清晰一世孝男兄弟和睦即不为孝男让儿子把孝廉从难处见真孝孝容成全成亲父母双全正孝孝师光广然赶紧下来光阴化春有火孝肉有天生前能孝不为孝死后尽孝福顺产家孝顺好幸福孝未干羊羔被母上之孝乌鸦反哺孝青年为人若是不知孝不服禽兽食可怜万善孝于手不知孝至根源，念佛行善，也是孝，孝障无力，孝修天。大哉孝乎！大哉孝！孝以无穷，好无边。此边句句无孝，有如人颠倒颠。念得十遍千和孝，念得万遍万孝全，千遍万遍常常念，消灾。啊，把孝篇，恭送弥勒救苦真经。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孝事不会轻。宁波齐鲁迎神地，拈花印证口神上。落在中原三星地，大众四川王桃心，天真说愿挂圣号，等待十字点神兵。因雷震开悟极土，天下神贵不安宁。今在人天中华母，九年圣驾归上世。天花老母垂玉线，说缘仙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中续，混元古册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影三千对合同。婴儿要孝归家去，慈念当乃弥勒经，用心慈念猴来救，多多精念去超生。自得西来白羊子，香耳点贴化成金，每日自心常慈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下成佛勤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修听邪人胡说话，劳酸易骂眼无声。老母降下真天作，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多多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尊皇来对号，道士灵童查得清，三官大帝慈悲救，赦罪三超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经典文部接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仅有三十六元将，五百年关紧随根。不住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乐。北方真武为将帅，青脸红花显神通，折起照七遮日月，佛定身如七宝行，威震北方为帅说，肃清诸恶挂九屏，搭救阎人降儿女，五官落地化为尘，四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佛驾。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宣扬弥勒尊。如我们赐令记下生，说无难言归正宗，来往照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因而刹那常持念，随神不敢来近身，持念一遍神通道，持念两遍得超生，持念三遍神鬼道，弘扬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行路径，念起真言归佛念，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十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归佛念，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十叩。一叩再叩
三口，四口，五口，六口，七口，八口，九口，十口，十二。五。第三次进来了，三次弹出去，第三次进来了。网络不顺了，台风影响了。南部、东部雨都很大了。我也影响到网络哦。天气不好，网络也受影响了。爱想起舞，送经回向晚了。网络不顺哦，没有办法很快完成啊。田里印地址，也有什么姓氏啊、姓名啊。我不各报自己姓名，地址叫哪里？祈求上天慈悲，普降有普降甘霖的意，安生仔细啊，疫情消灭啊，网络不顺，你看这么又弹出去了，透过网络来群组来读经。受到台风影响，不容易把工作做好，请见谅啊！有活动都要珍惜，要功德，有一点点功德回向天地，回向祖先，回向父母，回向子女，回向有情众生，回向无情大德。很靠前置弥勒祖师南来古佛济公佛后也会菩萨慈悲做主，祈求战争止息，疫情消灭，天降甘霖，台风不要造成大灾害，感恩上天慈悲，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这是祈祷文呢、啊。感谢天恩师德，要感谢父亲的慈悲，感恩。感谢感恩啊，目前的慈悲，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那各位点传师，各位灵证，各位组长，各位灵证，各位副灵证，各位组长，各位坛主，各位讲师，各位前学们，大家晚安。不顺呢，关不掉了，奇怪，连手机都有问题，关也关不掉。哎呦，已经摔了这么多裂痕了。
多么不容易啊！竟然没有办法关呢、欸。怎么会变这样？